2022年11月20号，我们坐12:45的米兰双层巴士一日游。哇，来，哎，回头看一下。哦，来来来，回头看一下。OK。好，OK， 快，按你们导览了、哦、啊。电车。
啊，本来那是个消息信件科的。讲英文的啊，我咧手啊下拢讲无啊。绕这样一圈，啊，这车也来了，下来，电车你来啊。哦这不电车线，有公车线，公车就是一号。哦，公车。哦，前面又是一个教堂，尖尖的，都说弄成教堂。车大部分都是无须的，他的这个音是个雷诺。今天好天气呀、啊。
我们早上还走这里呀、啊。
卖药。还有电车。昨天晚上走这里，有走这里呀、交汇，后来爱骑的电车按下来啊，啊个电车无好就是变啊讲啊个前方绿灯的啦，甲咱淡水同款。先关起，一关来，一关来的话。
点还是运动。电车线，哦，今麦搁一台电车来啊。
教堂，就这一个，最后的晚餐就在这里。他说是叫我们走路的话，对，几分钟就会到那个。对，对，就这个。拜拜，达芬奇，最后的晚餐。这有电车线。这个电车较长啦。后边搁一台来。应该转过去。哦，对，有方向灯呢。哇，这个较无遐长啊，拄啊迄台较长啊。停车伫遮冻条个啊，咱去落车。啊，所以别行啊！伊走，咱才会行，无路上细条。对。伊个人行道真大条啊！啊，空车都拢唔坐，以前人行道遐拢要坐只大路。单公车呀，单电缆车，哎，电公车，让你公车停现在下面不可以抽烟，他们这边还是一直抽，为了弄个烟灰缸，那条路很热闹。正在是老街旧街，
前面呢，左边呀。不是爱爱到点过嘛？那个不是要到位啊？对。Smart 你看这件是高级品牌，看到没有？你有一件哎，这个是高档中的高档。你看人伊穿那个用的这水，这两个质量就不一样。送你的，你买的吧。OK。